我问你半年前劫戒款车系咪你哋做？ 手摆头上面立刻落车。我知你女朋友半年前因为呢班贼而死，你想报仇，而你就想攞翻个彩。你哋两个冇资格做个好嘅差人。我哋怀疑韦景达系其中一个疑犯。 好清楚我哥嘅为人，如果佢要变黑嘅话，话都冇咁易。个炸弹随时爆，攞钱嚟。你系警察嚟噶？ 如果你连下一秒都过不了。 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公义？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有公义。知唔知边个主谋？未揾到，但系一定系警察。我一定要拉到你。